会摇就好事，要赶快让饵再下去。那很好很好，慢慢来，很好，太好了。然后它网子是勾在那个后面、哦、，OK， 拿开就好了。你要几点解吗？六，我拿低一点，你解得开？六，我抓很紧，你不用怕。你抓的地方是顶。我看一下它的那个进去是，哦，它是这样子。它整个贯穿出来、哦，所以你要抓在直的地方。这一侧、哦。这样转，抓紧，一定要捏紧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哦，他也不小。还是你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先跟他玩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就挂在脖子上。哎、嗯，这里。对，我背就好。手背推手背，对对对对对对。还有耳朵啊、耳后啊、颈部啊，嗯，小黑很多地不会。是我们今天要用的杆子叫手杆。嗯。手杆就是没有任何配件。嗯。哦、然后杆子它一般都会有一个杆尾塞。嗯。就叫杆尾塞，可以拿起来，就它的帽子，一节一节拉长，然后遇到关节稍微拉一下。有卡到就好，嗯，对，拉紧，然后往下一节走，全部都展开完之后啊，的动作一节一节，对，拉你有感觉到关节的地方给它卡一下，对，有卡到就往下一节走，不需要，两个圈好，然后套上去，反折红绳拉紧，好，紧了之后下一个动作我们就是做刚刚一开始讲的展开，就把这个动作做完，好，展开完之后啊。你们今天吃太多肉了。哎、欸，有差有差。我把多余的铅拿掉哈，然后我等一下把钩子弄小，这个钩子太大，我那天钓沉底换大的，这样而已啊。这不是个好习惯。对，不是好习惯。真的吗？你不要这样抢我的蚊香，这看起来是鳄鱼牌的。哎、欸，内行哎、欸。对啊，内行哦。因为我也不知道其他牌子。啊，剪啊，记得不要剪到底，留个一两厘米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剪到底啊，那个不管打任何结，拉拉拉，它就会那个一点点会进去，对，它就会自己。右手拿杆，左手拿线，好。左手做放开的动作，放开哦。右手做抬高，你一抬它就变成网绳的力量。嗯，对。对。啊，你先抛给他看，你先，我看你还记不记得。多想，讲着我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啦，你看看你，没有，不要急，轻轻的，很好，没有忘，可以可以，他这样抛最远，对，抛最远，好，抬高收回来，一次接到，所以他真的还记得，很好，换你，不是，你小心哦，啊，对对，啊，站远一点，啊，动作小，动作轻，动作轻，你还不熟，动作很好，哎呦，你真的没碰过吗？那你该不会有那个吧？写轮眼。看一次就学起来，你直接拷贝了，你拷贝那个，对，很好，用手腕去开，好，对，很好，再一次，修正你的向前倾，还有手不要往前，尽量啊，好，这样你可以很轻松，对，抛出去可以往前没关系，然后定位之后手就可以拿回来这边，你手如果靠着身体啊，因为你如果悬空，你拿不久，一个小时你可能就觉得它很重，其实不是很重，是你这个动作让你很重。哎、欸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还没，等它整个下去，它在啄。你刚有看到吗？有看，它在咬。对，它在咬。这也是你人生第一条啊！不要嫌它小。这个你不用用那个吧？要啦。这个也要拍，因为是你人生第一条。对啊。如果是你常常钓就算了，这是你人生第一条。那个啊，等下拿着杆子，因为你是第一条，拿着杆子才代表是你钓的，抓这个地方，抓八字环，八字环这边抓着，然后呢往镜头推，嗯，这样看起来就很大。对。啊，你利用借位哈，让这个鱼就是看起来很大。对对对对，来拿着。好闹。好，我出镜。超大的，我靠，你推得够近的。
可以。那个鱼比人大，我跟你讲。鱼要把我盖住哦。不用。脸要露出来。绷带嘛，然后呢，走到岸边，蹲下来，指天。抓鱼的时候啊，从它的，它是流线型，从它的嘴巴滑下去。右撇子用右手解钩，左手抓鱼。解钩啊，抓着钩子的钩柄，抓着钩柄，顺着钩子的弧度。对，那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深度记起来。怎么记？你就看杆子。对，它在黑色的中间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调浅。开啊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大的大的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我刚刚讲判断。录影，录影，录影，这只大的。真大，有对很弯，大啊！给他有机会给他呼吸，录起来，录起来。然后记得自己从头到尾怎么用钩皮哦。啊，捞网在你前面哦，有没看到？用捞网啊！往旁边带，不要去你那个点。对，往上游带。然后你帮他录全程，哦，自己控制距离。还没倒，还没倒，不要急，你这条不小。你要再近一点，太远那个落差你手不够长，就把它捞起来，哎、欸，很好，你就继续录啊。等一下你们要相片用截的，然后你自己看，试着截看。OK， 这样，你刚刚是这个状态，嗯，你钓到它是这个状态，嗯，然后你是勾皮而已，嗯，好，到这个状态以后就是你要自己解它，就这样出来就好，对不对？转，哎、欸，有点像，你一定要抓紧啊，过那个倒钩一定要施力，你不要怕它痛，一次把它转出来，啊，抓紧，千万不要放松，紧紧的这样一次把它转出来。对不起，流血是正常。好痛，我啊不行，我这来，我不行，好，它很痛。它一定会痛，但是你不解它更痛。Okay. 好，这条比较大。口对口，然后推进去，石头一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再见了。就放生了，好吧？长的，长的，准备。长的准备开，消失的瞬间哦，记得刹车哦，开，慢慢来，不用这样抖，盯着就好。哎、欸，你这样抖会有一个放松的 moment， 没关系，先让它，等一下你就可以来。啊，对，这样对，往那边带，因为它在这边掉，你往那边带，拿杆子最后面，哦，怎样都不要往前拿，你已经出现我讲的那个。动作，靠近一点，不要硬拉哈，不要硬拉。它还有力，就不要跟它硬拉。那条也不小，好。很好，你要自己解吗？这条感觉，这条感觉比刚刚还大哎。先找到钩子。推一下，好，先放，你这手先放，这个抬起来，让它进网，让它进网，抬起来，让它进网，对，这样就 safe。好，你要拍照吗？但是不用。好，那你自己去放。你教我放一次，为什么我刚刚会跑掉？好，来，来，石头一开，哦，口拿起来，口对口，哦，把它抬起来，放进去，哦，会吗？好。我学生里面钓过最小的一条，哈哈哈哈哈！学生钓到这么小的，其实我都不知道我钓到，我只是单纯想。我想说你抽那个应该没到。好了，多小？你用手这样子放在后面，这样就知道它多小，你就知道它有多小。这个大概幼稚园都没有哦，这比刚出生一下。这个如果进我的网子也留不住，因为太小。把它放回去吧。对啊，这个要蛮放回去，这个我来解决，就不要让它停太久，因为它还小，有可能。这是什么正口吗？对，正口，在嘴巴，嗯，好，在嘴巴，在嘴巴有没有？嗯，正口，正吃啦，我们台湾讲正吃。不过瘾，不过瘾，会咬就好事，要赶快让饵再下去。
那很好很好，慢慢来，很好，太好了，长的重了，慢慢拉，慢慢拉，慢慢拉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太急太急，哎，盯住就好，很好很好，漂亮的弧度。哦，这条更大，不要急哦，会断哦，拉太多会断哦。再对，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头近网。好好好 ，OK。啊，自己解哦，可以吧？推出来，推着整个嘴巴推出来，啊，把网子离开。哇，网子勾到了吗？有，刚有开。哦，又开了。你看哦，它网子是勾在那个后面，OK， 拿开就好了。你要自己解吗？有，我拿低一点，你解得开？有，我抓很紧，你不用怕。抓的地方是柄，我看一下它的那个进去是，哦，它是这样子， okay， 它整个贯穿出来，哦，所以你要抓在直的地方，这一侧，这样转，抓紧，一定要捏紧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哦，它也不小，还是你先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先跟它玩一下好不好？快了快了，再一下，不要怕，转，出来，出了。用力，用力，好，我帮你，看我，一鼓作气，出来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舒服啊，哦，大的哦，你要自己捞吗？你要自己捞，往这边走，你不要去破坏你的点。很棒很棒，这条很大，哦，你赢他咯，这条更大嘞，真的啊，记得我怎么讲怎么捞吗？记得吗？来，我可能不会捞他哦。那我帮你捞咯。好啊。那你就 hold 着，让他不要动，就这样。哦，他比较大。差不多。可是都是同一种鱼。你要拍吗？五锅鱼。应该不用，摸一下就好。因为你们上一次我记得有钓更大。对。啊，你们等一下就放生。哎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可以 ，OK。啊，放生就是把那个口丢到水里，然后屁股抬起来就好了。他们就是会回去了。你要放吗？啊，我地上。今天拍完了。拍完了，拍完了。谢谢。喂。有帮助到你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